受不了这样。嘿嘿嘿嘿，笑着说爱让人疯狂，哭着说爱让人紧张，忘不了那个人就投降。你的心像大润发刚杀的鱼，什么东西啊？蛮好蛮好。我妈也在看开幕式啊，我妈认真的在那看开幕式。有一身伤，我其实有点子困，但是我不能，我明天好是，哎，明天我不知道，明天出不出来？问一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fuck， 我要骂人了。等一下。朋友，我放着修炼爱情，然后我朋友就把修炼爱情的那个演唱会的发给我了，我好嫉妒啊朋友。修炼爱情，你们天天看演唱会，天天看演唱会，什么演唱会你们都看，不想看的一个没看上。不要再逗留，人心太拥挤，被不乱的游戏，或是真理的命运。我自己问自己，完成到这里，我不要，不要替我干，我要自己看。上次我说那个泰国的那个恐怖片叫啥来着？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林梅吧，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自由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泛滥的欲望无限，却沦为成。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把东西给朋友找一下。这无休的阴谋。哎呦，大哥。是叫林美吗？那个泰国的恐怖片叫林美吗？我忘了呀。我开演唱会，我不用，我直播间就可以，我直播间就可以。一路还有寒流，灿烂欲望无限。都沦为成烂醉，早应该放手。那个恐怖片是纪录片，去年前年的吧，前年的那个恐怖片，我记得是小林梅吗？挣钱挣什么钱？在直播间来那个热气球点歌，点完不会唱退钱。林梅。等一下，我帮朋友找找那个片子。欢迎 CC 啊，昆池岩吗？不是，是那个纪录片的那个。欢迎依莹啊，我看一下。哦，对，叫林梅，我等一下。不是，我说是那个纪录片的那个。林梅，不是我看，我朋友要，我帮他找一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对，是他。嘘，嘘，等一下，我不看，我可不看。我多得人，我大晚上我在这给你们直播，我在这看恐怖片。我不干这么蠢的啊！我不干这么蠢的事情。这个分享，我有点不会找了。等我一下，保存到网盘。好的，我应该保存了。不是我不怕，我能怕吗？我是那种害怕的人吗？我不是。我主要是说我在直播间，你说我在这看了，就你们也感受不到，那没什么意思嘛，对吧？不好玩儿，不好玩儿。天花一轮追，不由不该。我是那种害怕的人吗？我不是，对不对？哎呀，咋分享不过去呢？咦，你烦得很。我不是，我能害怕吗？我不害怕，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就不是那样害怕的人。恐怖片是什么？哼，啥谁呀，年轻人。我灯关了，已经，朋友们。分享，你们怕不？好巧呀，张老师。哎呀，这个咋发呢？泰国哈了，这恐怖，这不是恐怖片，不是那个，这个怎么转不过去呢？下载吗？不对呀。对，叫林梅。你要不百度云直接搜，然后就能看了。我百度云这个发不过去。你们怕鬼？你怕我吗，朋友？你怕我吗，春色姨？怕我不，年轻人？不怕我就不怕鬼，我也是鬼。什么鬼？安排个身份，什么鬼？朋友们，烟花一烂醉，不由不该，一路还有寒流，无休的阴谋。烟花一烂醉，不由不该，我是魔鬼。哼，死鬼，搞这一套。别了，别整了，我这两天拍都是大晚上拍，你们别跟我整这出。我不玩，我玩不过你们，我害怕，好吧。呀，你又是谁？这个分享。复制连接，哎，应该可以了。好像可以了。什么？欢迎小迷糊，欢迎朋友们。都还来呀。哎呀，每到这个点就要开始回微信了，回绿泡泡了。灯牌涨，我也不知道咋涨。新鲜的大哥咋的？我还有过期的呗，这意思。我还有过期的呗。什么案件分析？没什么必要，朋友们，我们直播间不要什么案件分析就算了。案件分析有点凶啊。没意思呀。
这个不让我听吗？谢图图。我 VIP 连歌都听不了，你认真的吗，朋友？啊，我 VIP 连歌都听不了，还得升级，还得。雷会不会太过分了啊 ？QQ 音乐。我不知道，现在 VIP 就是各种，然后开了一个，然后还得开别的 VIP， 就得 VIP 上开 VIP。以后我直播间我也搞这一套，就是不是 VIP 看不着直播，然后不是 VVIP 就不能评论，嗯，大骗子，你没有很久不来啊？哇！我还学会了，我上哪学会了？你单纯的面孔，你每分每秒都为你震动，心多执着，就加倍。什么玩意儿？VVIP 不知道你们是正经 VVIP 吧，看你们是什么正经小孩。我开空调了。对啊，现在电视什么东西打开了以后完全什么都看不了，啥也看不了，我也不太懂那为什么要开这个 VIP 呢？开个 VIP 我啥也看不了，不懂，莫名其妙。什么叫 SVIP？ 就是更厉害的呗。你单纯的面孔，我的直播间你们要看广告，看看什么广告？看我给你们演广告。欧泡果奶。啊，是吗？欧泡果奶，欧泡果奶，对，什么影视 VIP， 影视 VIP 完了，什么超级影视 VIP， 然后什么这那的，气死我了。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你要看棒棒？哦，我以为你是我大学同学呢，大学同学他们家小朋友叫棒棒。爱很重。30秒广告，以后看我直播就是看5分钟，然后有个进个10分钟的广告，好吧？我们搞个植入啊，朋友们。VIP 坐腿上，不是朋友们，不是等会儿 ，VIP 坐腿上，坐腿上，那还能播吗？那不得让人举报了，朋友们，这话我都不敢说呀，朋友们。这话我都不敢说呀，什么 VIP， 这得是什么 VIP， 这么狠的。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动，只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我的爱降落。哼，还得排号，排完号以后得按那个，得按1个星期7天，歇2天，好不好？哎，欢迎朋友们，晚点晚点，朋友们，晚点连麦，晚点连，朋友们，一天几个？朋友腿上只你还正经想做人啊？我给你们在这儿搭个包间儿呗，好不好？给你们在这儿搭个包间儿，哎，在这儿搭个包间儿，然后给你们整套麻将，好吧？行不行？好吧们。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怎么办？已经突然疯狂交通。
听到你的消息。啥跟不上了？跟不上啥了？没有啥跟不上。你们喜欢打麻将还是斗地主啊，朋友们？滚蛋！直到如今，终于让打麻将，打麻将，打麻将。哎，毛老师那个麻将是什么来着？我不知道毛老师那个麻将在哪儿，我直播间是不是也可以直接上那个？我只是不会算，但是我可以玩。毛老师那一把好几十亿啊，呵呵，好过瘾啊，朋友们！呀，我见了一桌子油。你们有会打什么掼蛋的这种吗？哎呦，交换一声是我飞与我哭语了灵感之后总有虚名的晴空。掼蛋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我也刚被教会。欢迎星星，谢谢星星人气票。真假的，我以为女孩子那应该只有江浙一带，四川女孩子会比较打麻将吧。我调暗一点好吗？我太亮了。哦，你玩和平精英啊，厉害厉害厉害。宝子没几点点赞啊，朋友们。什么都会，什么都会，我们都说什么都得会。你怎么差不多玩别的玩太狠了，朋友们啊。什么不发生病？哦，我不喝了，我没喝了，没有，我就前两天喝了，不喝了。来给我讲讲你考古还考到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哇，农药别说了，农药气死我了，朋友。但现在还行。再拍戏啊，再拍戏啊，三妹。怎么有项目要找我啊，三妹？女你个头，女装，聊点正常的，不要跟我讲女装的事情。我不听，我不听。考古你们考一点就是像样的东西好吧，不。女装没有必要，女装，女装，嗯。一样是那种微醺的感觉，微醺的感觉。讲真的，那套裙子是不是还可以？那套裙子，实话实说，那个裙子还挺贵的，朋友。那裙子还挺贵的，我穿那个裙子，闪闪亮 ，bling bling bling， 呀呀呀呀，这是谁呀？这是谁呀？啊？这名儿，嘿。哟，裙子真好看！讲真的，那个裙子好看。欢迎陶思万，好多跳舞的，没有那么多跳舞的吧？这谁的名字啊？别考了，别考了，有些鼓就不要考了，朋友们。你们考的那些鼓，我都不好意思说。欢迎我们林姐，糖糖去找你了是吧？没必要，有些股咱们就不用考了。就是有些股他考完了，他还有他们发给你的。你们呀，给我发点好看的东西，给我发点好看的东西，不要再把那些奇怪的东西给我分享到群里了。我跟你讲，很尴尬的，朋友。你们啊，还有啥东西啊？我高跟鞋是踩的挺稳的，朋友。谢谢佳佳，谢谢佳佳粉丝灯牌。不是，你跟我讲讲啥东西啊？你稍稍给我剧透一下。采蘑菇的小姑娘啊，不用不用，那种就是直播的时候搞节目的这种就不用管他了，好吧？谢谢我们佳佳与你相伴啊。哇，这个面具啊！讲真，这个特效我觉得特别像个月饼。这个与你相伴长得特别像一个月饼，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大家教教。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好吧，晚安倒不至于，他不会睡觉的，你相信我，皎皎现在这个点不会睡觉的。高跟鞋，高跟鞋，当然了，你拉二十，我播了二十分钟吗？羡慕如姐，假如是富婆吧，我们直播间都是富婆吧，我们直播间都是富婆。现在没有当婆的，以后现在以后会是当富婆的，好不好？咱们叫富姐行不行？咱们叫富姐行不行？咱们别当富婆了，啊，婆不好听，富婆不好听，也行，不挑，咱们就说，咱不挑，小卡哇伊，你这个富儿 drunk。咋了妹儿，这名改的可快了，可顺溜了，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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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啊，没问题的没问题的。看了我今天上哪看到我打篮球，睡醒了，你睡着了。我管人要那个林俊杰演唱会的视频的。给呀，好呢，佳佳，去吧去吧去吧。啊，这是啥啥什么东西啊？哦，综艺里面的。哼，我们综艺里打球人可多了，那就。好像一场雪对雨的防备。好笑的东西有点多，是不是，朋友？为什么要听最佳读者啊？你上那个上 QQ 音乐支持一下我呗。有人偷我什么网络照片？我用你就这样吧，挺好的。QQ 是我们自己，网易是我公司做的歌，然后 QQ 的歌是那个之前我们不是那个团的那个歌吗？有个但是曾经是在网易云，然后最佳读者是在 QQ 的。网易云有我的歌呀，咋的了？遇到一男的放你照片在朋友圈，哦，我以为你说是用我的头像当那个啥。你的情不真的，那你打听听。最佳读者。有过紧张，有过牺牲。咱们想，朋友们 ，low， 取这么个名字，你要干什么？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当时我的本名啊，不是我本名，没事儿，欢迎你一下。我看你刚刚来了，你改个名改不回去了。谢宝子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没事喊喊你。怎么了小车？这城市太拥挤，太多人有秘密，玻璃上的有雾气的被隐藏起过去。行，没事没事没事，没有关系啊，怎么玩都是可以的了，好不好啊？我要听听歌了，我要听听歌了，我要听听。我用的哈，呵呵，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我也想改，但是我怕我改完了以后，我的名字改不回来了，咋整？李博文。你这个脖子好像带口音，真的。
你这脖子好像带口音，朋友们。心里的世界，越来越远的道别。好久没有看电视机柜了，电视柜，还是很美，我用眼光去追，今天牵你的你。你没有人去看周杰伦，去看那个林俊杰吗？百回是我测试的机会。不是谁家好人取名字脖子用这个脖，用这个脖是不太好了。我真的可以吃，你的解释。等一会儿问我是不是什么，问我是不是离异。不，对不起，等一下，离异这个谣是李博文自己造的。李博文离异这个谣是李博文自己造的，朋友，不赖别人，是我造的。李博文离异带三娃，赖我，我的问题，不要，这是赖不了别人，这是赖不了别人，好吧。这个我小时候鼻炎，朋友，我鼻炎没有办法换桑，因为我喜欢省事儿，高兴，感受一下当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单亲家庭的小朋友，我是那么一阵儿，真真，我跟你讲，以前在圈里，为了怕麻烦，有些人说自己有对象，有些人说自己结婚了，有些人说自己是 gay， 啊，好多男孩女孩都有拿这种事当借口的，真的。我喜欢狗啊，对啊，不聊这种事，不聊这个事。你化妆了吗？看着是素颜，那肯定就是素颜呀，都肯定就是素颜，朋友。你好，你好，你真是换个 ID 咋的？我不认识你了。哈哈，你站的方位，我画眼影，我真画不了眼影，我真画不了眼影，朋友。我已经白衬衫有啊，但是我喜欢狗子呀，我综艺的那个是吧？我喜欢狗子，我喜欢狗子，欢迎春色一眼。你换 ID， 我为啥没认出来？不是你们有些小孩换，我有些我是知道是那个 ID 的。欢迎小梁，我有些 ID 我是知道是谁的呀。改之前他没改那个号，没改，所以我知道。什么自动化下眼线的感觉？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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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吃了一份小龙虾，我今天吃了份小龙虾，真好吃，真好吃，齁咸，齁咸，好，那文博特，文博特，那个博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这次点的不是那个。欢迎我们转型向下。这次点的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冰镇的小龙虾了。这次，哎，反正就吃吧，没事儿。你刮刮乐怎么就寻思中奖这个事儿呗？中奖，中奖，祝你们，祝福你们，多多中奖，好不好？
呜呜呜，在爱的回归线，我们都忍不住向前。证明一下，我吃过小龙虾，我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欢迎我们团子啊啊啊！感冒咋想喝酒？那操，你们真是一天天的，哎呦呦！欢迎我们团子老师，不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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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帽子不热，我开空调了，好吧？啊，开空调了，空调房里。不能吃，不能吃。后这两天夜戏要拍打戏，稍稍的吃点东西。我发现我可能前两天就是因为没有吃好，所以有点暴躁。好吧，以后直播间我不说我高不高兴的事情了，不好，好吧。对，细数惭愧。你真的假的？你这个小孩儿啊？你不是让他给你发红包吗？真的假的？到底许愿了？有许愿不？来，许愿。处上对象了？你好好的啊。啊，没事没事，挺好，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我直播间哼，好家伙，哎呀呀，今天点赞这么快了，今天点赞就3万了，今天点赞就3万了，这快啊。我才上多久？我上了很久吗？拿了更多红包，我许愿你24年给别人多发点红包。哦，10000，欢迎欢迎朋友们，哎呀，愿会实现。对啊，今天为什么这么快啊？今天晚上点赞，谢我们可乐。我怎么觉得我眼睛大了？是因为我吃了小龙虾的原因吗？吃小龙虾大眼睛。我直接对那个男孩，你们他拿着照片装傻，什么路子呢？最佳读者本该多懂得，最佳读者。他拿我照片网恋，那你问他跟谁网恋？网恋的好看不？跟谁网？跟你网恋是吧？搞这套，朋友啊，跟别人网恋，那你问问他对象长什么样？我看一看对象长什么样。你再加上，哦，欢迎我时光姐，哦。不是，我主要是想看一看长什么样子、啊、有网恋经验的，网恋经验比较有经验的朋友们跟我，我为什么要会会的？为什么要会会的？莫名其妙拿着我的照片去网恋，我还会会的？我不要，没有，现在不想。你就是网恋成功的呀，这么厉害，看不到别人的爱情、啊、不是，你网恋也可以打个视频啊，朋友们，网恋也能打视频，允许打视频，网恋好事儿。我没看过，没看过。不是，有些事情就是对面是你喜欢的，但未必人家喜欢你啊，朋友们。视频这个世界上不是我觉得就可以。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感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网恋特别的柏拉图，你们不觉得吗？你们有那种网恋奔现的吗？
我也网恋过啊，我也网恋过啊，没有见过真人的那种，我也网恋过啊。像我们幼园，我就想知道谁把我的 iPad 摔了，我现在好生气啊。他开了两条交叉的裂，裂在我的屏幕的正中心，我不知道，烦死了。什么跟我们演员有什么关系？就是你该结婚晚结婚晚，就跟演员结不结婚晚不晚有什么关系？演员就是个职业而已。你第一次网恋就成功了，你这么厉害啊？柏拉图得劲儿不，朋友们？我喝大了摔 iPad， 为什么呢，朋友？心愿会实现吗？会吗？会吗？不是我什么女友粉，跟我到四十五十啊，朋友。就祝我一辈子单身呗，那是什么好人？网络一线前，不是，我指定磕不着我平板，算了，不重要。玩是不是来晚了？嗯，为啥来晚了？怎么唠啥了？来晚了？哼，你那太小了，珍惜这段缘。怎么大姨今天没跳广场舞了，大姨？说马云龙，我觉得马云龙这个东西也挺神奇的。最早是做眼霜的，然后发现眼霜能做痔疮，能做涂痔疮的，然后现在又马云龙又做回眼霜了。你说最早他做眼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能发现这个马云龙这个眼霜是能治痔疮的呢，朋友？那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大家觉得这个痔疮膏能当眼霜的，朋友们？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不是以前跳到两三点，你谁家好老头跟你跳到两三点？谁家好老头啊，关注你啊，这么狠，你得有老头，没有老头你咋玩？还可以治疗烫伤，谢小亮。我不要，欢迎我们小五，欢迎五哥，欢迎五哥。我们新疆的小孩，哎，对，王静文，我想想，王静文还有什么歌？善变，咳呗，怎么在我直播间咳嗽还不让了？让啊，大方咳嗽啊，咳嗽有啥不让咳的？啊，朋友们，小五下班了不？小五。好的，注意安全哦。讲真的，朋友们，哎呦，这不是有段日子的朋友们吗？晚安，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朋友们左上角可以点点关注啊，好不好？哎，搞天我搞个什么游戏？这小五老忙了一天了，小五，谢谢范范，谢谢彩虹糖，谢谢朋友们。心愿会实现吗？会吗？会吧。他总有回答，会怕啊，等哒哒哒，等哒哒，
噔噔噔噔噔。哟，赶上了，催定壳，朋友们，催定壳。这样吧，我们放谁报名？我们许愿，现在催定壳，催定壳赢。哎，算了，你们这咋催？你们也不能露脸，算了，不要不玩。叮叮咚咚的哒哒呼噜啊，叮叮咚咚哒哒本领的啦啦啦啦，呼噜哇哎呼噜哇，本领的，不是催听格咋催呀？你们只能打字儿。谢谢杰米里。咋给我哄睡了哟？你输不，我出剪刀，你输了，来下一个。我不要。宝子们，我们马上破四万赞了，破四万赞，我们唱首歌啊，朋友们。破四万赞，我们唱首歌。破四万赞，朋友们来加我一起点点赞，朋友们破四万赞，我们唱首歌，唱首，我，你要升级了，你升灯牌还是升啥级啊，悠悠？宝子们，我们一起点点赞，升什么？唱什么歌呢？唱我想唱的歌。哎，你们，啥玩意？啥东西？你在这聊？你们聊我看不懂的东西。谢范范。四万来，加个鬼！唱首什么呢？二手玫瑰不会唱。啊？没有没有，我说大家一起加吧，有时候点点赞。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唱首给前任的歌吧。没有，我直播间有男孩吗？没有啊。算了，我们唱首给前任的歌来。我唱不上去这首歌，你们谁要会唱，帮我唱一下。我真唱不上去。不是，你们都给前任点什么歌？给我，你送他离开千里之外。你们前任都是啥时候啊？啊，就结了婚的就别跟我聊前任的事了，朋友们。欢迎百媚小兔猫儿。什么东西？前任，体面。啊，十年前。来，大声说出你的故事。十年前。这首歌太适合你了，我都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接着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可一句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我太想笑了，怎么办？像是沉睡被神龙纵容夺逃，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一个人人的微笑，求生气就用波涛，有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哇哦，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我，
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我还得给哭着给你们唱歌呗，你们是要跟我整这出？不是啊，人家直播间唱歌都得点，你们给我送个什么小墨镜啥的点歌呗？我虽然我这点歌便宜，好不好？我哪知道，说我笑着不行。那些快乐多难得美好。哎呀，谢谢春色大衣，你这个完了，你这得包月了。你总说有办法舍得不要。啊，最佳读者，行。才敢成真的美梦，转眼就破灭不掉。祝福你真的可以睡得好。明明你很爱我，明明又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那时候最后别来要认错，你就不要想我到疯掉。你也曾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很多，你就不要想起我。我倒也坚定你说多爱我。恭喜我们悠悠。你就不要想。真爱上阿强，感谢我们老板保时捷点歌啊，老板。说我哭得太丑了，来哭个好看的给我看看。我这不是就是看不见泪珠眼哈，哎呀，这。退步了，退步了，退步了！啊，这说哭就哭，这哎，你们的鼻孔会变大吗？那种就是，有些人会，有些人不会，为什么？好奇怪啊！不要，我先把老板点的歌唱了，好吧？最佳读者啊，最佳读者。我会动耳朵，我不要。今天我看兔姐过生日，兵哥唱生日歌吹蛋糕的，我直接嗓子眼儿、小舌头在那儿，啥都看着了，还是兵哥狠。动耳神功啊，朋友。哎，圆圆，汇报一下后面的情况。虽然不知晓你心里，和小书本里那一页印记，你留给他的几句生活的笔。举棋无疑，决定封印，其实你早已原谅。
的粗心，明白这本书它深沉意，可复写这两种痕迹因它为宜，词不达意却打动下意，别问为什么故事透露过答案，那个作者也祝你释怀，你写下的感受可能他从没看过，别把遗憾留给自责。单曲循环，嗯，对，你要是在官方就会有点。唱自己的歌是不太适应的。你们真的是啥都懂啊。晚安。即使你早已原谅他粗心，明白这本书他真正意，可复写这两种痕迹因他为你，不辞不答应却大同小异，别问为什么故事透露过答案，那个作者也祝你释怀，你写下的感受可能他从没看过，别把遗憾留给自责，那些没办法挽救的错总有天要原谅的，如果感动过就值得，别问为什么故事透露过答案，最佳读者应该都懂得，你写下的歌手就算他一次回头等你那句毫无保留。You, 每个人点赞是点了多少？啊，是这样的吗？你啥也没做过啊？你做过啥了？我们虫虫，你啥也没做过。欢迎 Poppy， 嗯 ，Poppy， 搞这套啊！每人每点三千。Poppy，Poppy， 等待的 Poppy。就这样一笑倾城，多少次难忘，点上没有上线的朋友们帮忙点点赞好吧，咱们今晚冲赞，谢谢大家。就这样一见倾心的爱是兔姐说我聊八卦了，我没聊八卦呀，我聊什么八卦了，我怎么能聊八卦呢？老李不是那样的人。对啊，我不会。我唱了吗？我没有唱，我没有唱。我唱了吗，朋友们？没有唱。欢迎糖糖，我不要，我不要。这是世界你都说，今天人是谁中，无论是每个人的伤，都是人都不是的光。只有你能说，看得清的人心中，每个人的伤，都是的人都不适合。有时会思念想，美丽在你的脸上，梦里我思念着，咖啡在书单上。有时会
美丽在你的脸上，梦里何时变成不说我都不懂。谢谢小迷糊。Baby， 能不要冷碰我，能不要离开我，你的声音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能和你都懂，说我都不懂。现在我脑海里、不只是只有你能说看得清的人的形状，不只是每个人的伤都是人都会失光，不只是只有你能说看得清的人的形状，每个人的伤都是的人都会失光。没有朋友，只是说你啊，深更半夜，深更半夜，深更半夜，呜、好吧，大家的生物钟看起来就很厉害了，朋友们，需要朋友可以领你红包点关注啊。就这样一见倾心的爱上你，你的微笑是昏迷，翻来覆去舍不得落地。啾啾啾啾啾啾，可以和儿童的看，不合理才是。嘣嘣嘣嘣，噔哒哒哒，噔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放任成大，淹没尘埃。点了哪个歌？啊？哪个？我没看着。哪个？路过人间，在你身边，我身边没有人啊。我身边没有人。我现在就宣布两个地方人，一个是在北京的人，北京能看林俊杰，然后阿那亚能看王嘉尔。我要去阿那亚，朋友们。我觉得阿那亚比较适合我，朋友们。阿那亚是一个又可以的地方。谁告诉你王嘉尔主要市场在国外？朋友，只能说他的魅力，散发的魅力比较大，朋友。就咱就说王嘉尔是多少人的天才，脱单的，谁脱单的？又脱单。我们直播间好不容易有一个有的，别脱单了，我求你们了。哎，我真是你换个 ID， 连语气都变了，小孩。我不会唱那个在你身边，我真不会唱。真不会唱，真不会唱。不是我手机没电了，是我把它划掉了。换个号显得自己贼成熟，你知道吗？等你结婚了，你啥时候结婚啊？你啥时候结婚啊？这本来说好不问，你这么聊，你朋友们，蔡依林的演唱会更好玩。Angel， 老虎老鼠谁还分不清楚 ？Angel， 最好笑的是蔡依林演唱会，蔡在台上，依跟林在下边，我真是看了我都会笑死。哇，为什么？那都是林没有，对不起，我，
Jolene。哦，蹦蹦蹦蹦，嘿嘿，蹦蹦蹦，哎哎，蹦蹦蹦，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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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蹦蹦，哎哎，蹦蹦蹦蹦，好多了。蹦蹦蹦蹦蹦，坐在街角的那对男女，等的不停啊。过三十再结，无所谓啊，其实过不过都行，你们俩只要你们俩自己觉得 OK 就行。我这边还有在一起十一年的，很正常。欢迎新宇啊，我这边还有在一起十几年的，大家都不结，就是大家不，我觉得结不结无所谓啊，就是，不结也情绪好的话也很稳定啊，真的。只是无非，欢迎我们都过来了，就无非是说，你能不能以一个对孩子友好的方式，对吧？你们快别嘴上打炮了，这些你们这些还现在还没有对象的小孩啊啊，就你们就手指就是你们，还没对象的这些小孩，快别说结不结婚的事了啊，先把对象找上行不行？我今天直播之前先把护肝片啥的吃完了。讨论就是生孩子的事情的，欢迎如雪。来给好桑子我好啊，你们开心就好了，好吧，朋友们。没有办法的，你就终毕竟是在国内啊，我们就是有这个，哎呀，难讲，你们开心就好，好吧？你确实，你已经十年了，朋友，十年了，狮子座，我能接受别的星座十年，我不能接受狮子座十年。我接受不了，不同意，好吧。熊卡瑞红包，噗噗噗！狮子怎么能？狮子不是这样的。再给你唱首晚婚吧，好吧，送你一首歌。你就不要想起我已经在你这儿不好使了，你适合听个晚婚。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晚婚，祝福大家，祝福大家晚婚哦。伤深爱更滚深，反弹我已经晚了。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不见得熬过长夜孤枕。逃避，我会很认真，那爱来敲门回声的确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几个再去恋上这份，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和有人的陌生，答应不会默不作声，他能不能，能不能，能不能，能不能？生病了，快去休息啊！喝热水，多喝热水，找老公。
先找对象再找老公好不好？狮子座怕被拒绝，不可以，勇敢一点。我不会逃避，我会很认真。男儿来敲门，回声的确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是周围契合灵魂肉，我擦去脸上这痕，让他听完全不成问。中红包了，说一声。若是非得分，先相约谁都不许不成，他能不能，能不能让我擦去脸上尘粉？听完全部传闻，而又有人跟我争，他答应不归，默不作声，他能不能，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哎呀，朋友，你这么想，跑了一个，那是不是下一个就来了？你不要在抖音上搞得跟抖音上没有任何意义，像我们几亿。抖音上找对象，好像还真有人在抖音上找对象，你别说。我不会逃避，跑了这一个，但你要想下一个跟上一个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下一个跟上一个有什么关系？对，打游戏认识的 OK 的，打游戏有些人好打游戏，你不能为了去找对象你专门去打个游戏，对不对？那是有真实爱好的，网恋嘛啊！我刚聊网恋的时候，你们抨击我啊，什么男朋友跟老公不冲突，男朋友可以升级成老公。后面一句话，咱又合着了。嘟嘟，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你在何方？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哎，我去上个厕所，然后顺便加件衣服，我给你们放个歌，你们自己听着。呸。
着你鼻子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都怪那个你颜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敢说真理。爱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爱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这趟朋友搞这趟好吧。爱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爱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毛师傅，哪里毛师傅啊？没有毛师傅啊。当我再可以再跟你飞行，不管有时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好的，请讲。拜拜。这话问我，不是有没有谈过又高又帅的朋友？你们在我直播间问我吗？还是问的谁？谢谢玲玲，生病了是吗？好好休息，好好休息。你最近生病人太多了，欢迎毛琳娜。你看都滑出去了。就这样一见倾心的爱上你，啥意思？你们姐妹唠嗑就不带我呗？小姐妹聊天不带我啊？那我下播了，你们玩。193，欢迎萌宠宝宝。我不给你们找男，我可不给你们找男人，你们自己的幸福要掌握在自己手上。你能求一求为什么？给我个理由。咱家录给他们。算什么男人？不是。直播间有男的没？没有。算什么男人？不骂我自己吗？你真离谱。帮你们骂前任，算什么男人？回头有人该拿这歌骂我了。啊，女人也挺好，什么？聊的是什么？
他可能是说女孩挺好的，是这个意思，朋友。激吻你的手，爱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吸收。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心过，就足够。蹲到我，我的温暖，你的冷漠，让爱起舞了。两个爱情挂在起舞的窗，是模糊还是个清楚？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忍。记得你问，为你鞠躬说让人，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将他再等。没家里再继续的分，平平淡淡，富贵一夜。这样的感觉，朋友们。紧握你的手，爱靠着你的头，让你看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每次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心过，不就足够？却不问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忍。期待你挽回，鞠躬说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将他再等。你家里再继续的分，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哎呀，累死我了。行，让我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欢迎小甜甜。啊，去看吧，去看吧，去看看这个世界吧。好人卡是什么东西啊？好人卡是什么东西啊，朋友们？不知道啊，什么是好人卡啊？欢迎可可，啥子事啊？哦，下面一首歌我不配，是我不过，你不过有人陪。哦，这感觉已经不对。我努力挽回。
会。哎，是这么唱的吗？女人们的，咋的了？没有，我嗓子好像有什么。没懂，不懂。我没有，它不是冷，它是很奇怪的一个氛围。没事，兵哥唱歌打嗝，那不正常。我也打嗝。哎，哎，安老师在，我先连一下安老师。是你不过要人陪，滚，滚，我不要。刚刚唱完算什么男人朋友？嗯哇！哎，我大哥，你又喝了？没喝呀、啊。哦，行，吓我一跳，怎么、这么夜情？你摆子，你摆子打好了？我啥？你摆子打完了？摆子打完了，好多了。好多了，这是谁？这是我男朋友。我天，你叫老公算了呀，朋友。你叫老公算了呀，叫什么男朋友？男朋友都见外。你播了多久了？播了，宝子梦播了快小时了吧？有吧？我刚还说了，我说我一会儿下播，你连了一下我，正好跟你连完我就下播。可以啊，怎么样玩一把？我拉拉天童老师，天童老师昨天给天童老师点了一首歌，但是他不知道会不会唱。我可以，但是我这儿没人啊，真的没有。终于官宣了，朋友们，打嗝打嗝，搞搞绯闻啊，朋友们。你北京不冷吗？热。北京不是得穿长袖了吗？前两天是，这两天又开始热。比最后的数字，比什么最后的数字？什么比最后的数字？你们聊啥东西呢？看听不懂。哦，自己自找。对对。哎呦我操你！单数法，双数赢。哈哈！大姨会玩，大姨，大姨。没有，昨天我去了那个谁那儿，我去了田童老师那儿，我花了一首歌的钱，我说我想点首歌，那个不是去了吗？我说，继续去了，然后我送了个热气球，然后我就没吱声，我说改天玩，我就跑了。但是不知道他那首歌他会不会唱？可以啊，无所谓，连了嘛，连就。好吧，我先连一下，我但还得再拉一个人，那就是拉熟人吧，那就拉个熟人吧，来，我看看他在不在，华生老师啊，华生老师啊，你不过要人，我去送了呀，你也去送了呀，我去送了呀，华生老师可能在有项目，那田童老师，他俩都拒绝了，他俩都在搞项目，朋友，算了。搞不上了，只能等他们送上门了，朋友们，只能等他们送上门了。你这个鼻子还是不对啊，没好痛嘛，我前天拍了个大夜，拍了早上六点。你是自个儿感觉你那什么了，还是你测了？我没呀，我发烧了，就是发烧了，我测了，我带了温度计来的。哦，烧了一下，浅烧了一下。烧了个两天，然后打摆子，还行。一去拍戏进组就，你去就问了，你就送了。哎呀妈，你别花这钱，我花这钱。哎呀，给我们记忆，这大气，把钱花在自己家，出去花钱的事让我来干，好不好？好不好？有钱花在自己家，啊，我给你报销，哎，可以吗？哎呀。
出去花钱的出去消费的事情我来嘛。哎呀，你疯了，我俩请你，看我俩给我俩刷多少票子，我俩给你请个来，客气啥，嗯，再玩一把来，来，不跟他们玩啥，玩蹲起，我今天玩输了的脱衣舞，输了什么？输了跳脱衣舞。大哥，你光膀子了一会儿了，你光膀子封号了就。啊，是因为如果说输了的脱衣舞的话，你们家的人都会到我这儿来。不会的，他们不会的，他们不是，他们这种项目他们不会看的。脱衣舞这，那你可就不困了，我掐。我傻呀我。你是色批，你去对面看脱衣服，看对面脱衣服来。安老师脱一个，安老师脱一个，安老师脱一个。不公告这套，欢迎片片。我可以表演一个推头。你是在推头了，你给脑袋像那个扣了个安全帽似的。他们说我脑袋像那个海胆。你确实有点像，你要不行，你就赶紧自己拿推子推了吧，好不好？我明天推。这没推子。我想想。哎，上个月你收到了一个那个闪送吗？还是什么东西吗？我的那个剃须刀给你拿回来了吗？没有是吧？都没有收到这个东西是吧？行，没事。现在我们那个呀，西鲁米奈菜，哈喽宝子，哎，这不是你们家宝子吗？是吧？谁？西鲁米奈菜。没有。哈喽，不是朋友，你不打算给我点个关注，你再给我上个票吗？我做的剧叫啥？帮我考一下，叫我和我们在一起。宝子，要不点个关注再。嘿嘿嘿，一伙跑了，快！一伙跑了，赶紧点关注，一伙跑了。你过去了，我指定不再拖，宝子们过过家常啊，朋友。我已经哎，昨天也没打 PK。你播了吗？最近？昨天播了，昨天散德性，昨天聊吧聊吧，给我聊急眼了，聊。哎，我说骂人了？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我出去遛弯去了。谢春色姨，谢谢大爷，没有，是聊了一些，不知道我昨天情绪有点不太好，不太稳定，然后我就说先下播，然后出去遛弯去了。六到十一点多回来又播的陪他们陪到两点多，啊，他们陪我陪到两点多，嗯，然后没有没有，不是那种，就是那个突然，因为我前天拍那个戏是我的角色的结束的那个戏，拍到早上六点多，然后就有点整 emo 了，对，有点，哎呀，太我指甲缝里的血浆到现在没洗干净。我从死掉的血，你不能说哥，不能说。朋友们，加成开了，给我狠狠的打他。那个字儿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唱歌唱那个，你从没有选择的那首歌也那个词儿还不能唱。给你看看我的那个红包。送我离开的红包，但这红包是塞脚下的，必须塞脚下。红包有这规矩吗？对，从脚下拿出来，先把它买。你们人真狠，你们家人打我用这么狠吗？打我需要这样吗？嗯，不是，趁他们有些宝子不是很认识你的时候，赶紧骗一骗。不是你这杀人诛心了，你打我没不至于吧？一键召唤粉丝朱莉，这什么东西啊？什么叫一键召唤粉丝朱莉？这什么东西？我直播间老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得给博文长脸。安老师结束了以后说：“没过百，那就。”不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不是要下播了吗？别见了，你不是要下播了吗，哥？晚安，老师。五月呢？在你这受完惩罚，我就下播。五月在他姐姐那。
谢谢。桃桃酥是你们家的是吧？栗子啊，对，你们家的。谢谢你还知道来给我送两个鲜花。人好。我要去姐姐家了。行。姐姐。姐姐。擦冷汗，朋友们，擦冷汗，擦冷汗。谢姨，谢谢春色姨，谢谢朝林，谢谢阿兔兔，谢谢西路米，不对，西路米奶菜，谢谢如雪，谢谢桃酥，谢谢卡哇伊，谢谢孤单小伙伴，谢谢芳芳，谢谢琪琪，我还没说让你干什么呢，大哥，你就戴耳机了？直播间给宣传一下，你别去，他直播间的人都认识我，没必要。认识，安老师，我们熟了很。对，你别去。二号兔兔是不是下午还在你那儿？我的超给力，在我那儿，是吧，兔兔啊？真不错啊！我正好看着了，你是不是没有认出我来？啊？下午忙活的时候没有认出来，没有认出来我吧？啊？那顿忙活啊，富贵也在啊，那个小独角兽那个小边儿，你知道为什么我怎么认出来兔兔？兔兔只有一个花儿，还有25级的那个牌子。我说这个人应该是兔兔吧，那个小词儿马的呀，哎呦我的天，对，一套一套的，我说这小词儿马的就进修了是吗？咱们就说可会了真不出啊，咱是唱干啥？唱歌还是深蹲啊？阿巴，别深蹲，你健身房又不去了是吧？什么健身房又不去了？什么残梦仍依旧笑，涂满满奋斗，满目苍愁，在花香之后，完美坠落，在思维宇宙漩涡大号去。我那些蓝曲流窜九州，
不错啊，老师，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最近瘦了还是胖了，朋友？老师交代。最近这个美颜开小了就瘦了，忘开了就胖了。切，搞这套你啊？可以，你姐是对吧？我正在琢磨着夜宵吃什么呢。还吃宵夜？疯了你！吃什么宵夜？来点加厚芝士浓披萨。我切，你有点过分了，朋友。你搞这套，那我就不客气了。什么？啥这是？这个叫川味腊肠贝果，双重乳酪熏鸡贝果，百香果乳酪，这么小吗，朋友？操！你这个过分了。我这个过分了。这是我明天一天的伙食，朋友，这是我明天一天的伙食，早饭、中饭，我好像是晚上要拍还是要咋的？你为啥不吃正儿八经的饭？我吃了，我刚吃完小龙虾。你以为我是那种老老实实的人吗，朋友？刚吃完小龙虾，吃了两斤吗？你这样太过分了吗？啊，那个春色姨，安老师也是新疆孩子。那个羊肉串吃吗？不吃了吗？你赶紧把家回头等我回北京。我可能十月初要回趟北京，因为那个小明要结婚。这不马上了吗？快了快了，我估计两个星期左右我就决定订票。安老师是新疆的，乌鲁木齐还是哪里？乌鲁木齐的嘛。哎，对嘛，乌鲁木齐的嘛。乌鲁木齐的嘛。然后我们小五也是，小五是新疆。小五是阿克苏还是？好像是阿克苏，你也乌鲁木齐的？你乌鲁木齐哪来嘛？对，你问他乌鲁木齐哪个区的嘛？乌鲁木齐好大，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那个沙区。我也沙区。你也沙区？你们来等一下，你们那个小区，你们那个小区。他在哪条路上？你在哪条街上吗？完。聊完了发现俩人住一个小区在新疆。他在哪条路？宝山路。你也在宝山路？不是，我在南昌路，离的大概3-4公里。你是新市区哦？行，3-4公里啊，那么近，新疆那么大，你们那么近。哎，乌鲁木齐不是很大吗？哦，乌鲁木齐不是很大吗？不是哪里大吗？那新疆大部分地方都大得很吗？乌鲁木齐不大，李博文大吗？我你妈的想，再见。臭傻逼，拜拜，绿泡泡，拜拜，绿泡泡说，拜拜，嗯嗯，拜拜。你过去五分钟嘛，气死我了，你个大傻。什么东西？是漫长的孤单，看脚下星光追。安老师，对，安老师新疆孩子，一条路上，对吧？离得近得很。安老师前两天发了他那个骑马的视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新疆话，你知道我看那个谁，看那个谁马里奥，马里奥他们说那个新疆话那个。因为新疆话它有那个 z 这样的口音，词商勾子，我新疆口音就是不是新疆人听着会觉得我是在说新疆话。对，你没有卷舌音，我没有，我不会说那个勾子，不是，我真就是不是新疆人听我说会觉得我在说新疆话，但新疆人听的会觉得奇奇怪怪。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说新疆话？对方言的好奇，根本停不下来。对方言的好奇根本停不下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也想提前找个新疆女朋友。回头看一看之前，哎，不行，为了户口我还是得紧着北京跟天津的来。
本来之前有机会落户口的，到后来一问我对，有一些是新疆口音，俺老师带的。不，我回头我在想，我要不要把那个户口落在天津，因为北京要搞户口太我花好多钱呀。然后天津会稍稍好一点，因为天津的以后的教育资源和医疗系统金金溢满，然后都是比较那个什么的，三位一体的，然后有那个天津可能稍微实际一点，而且天津离得近，是从来吗？是从来呀。但是我工作很多事情要在杭州也行，但我对杭州不熟，对吧？天津、北京主要好歹，主要是孩子考学什么乱七八糟。我现在回南方生活，实话实说，我有点不习惯，尤其是冬天一回去就冷。我冬天一回江西，朋友们，我会感冒。我跟我哥每年回江西，我们俩就会感冒，就是因为那个气候适应了在北京。我们俩在北京、在天津就没什么事儿。冷法不一样，因为北方大部分地方都有那个暖气，它是一个，而且它不是一家一户这种单开，它是有好多地方是集体供的或者怎么样，欢迎躲过来。然后南方好都是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暖气的，你进什么饭馆，好多地方你都是要进去里面冷的时候你都得抖腿，你的手冷你得放在两条腿中间夹着暖和，朋友，然后一直抖，真的，南方取暖靠抖。那个脚冰凉，真事儿，朋友们，不是，我们当然我们很喜欢，哎，谢谢，抖腿子，我不知道我的新疆口音哪来的，我也是，我新疆还有一个朋友，一个男孩，1.9米的。然后做商务的，苏州比江西好一点，我们在苏州拍戏，然后那年还下雪，那年1.9米，但宝贝儿你真用不了，那个朋友你用不了，他虽然1.9米，但是他不喜欢女孩子，对不起。对不起，你们用不上，朋友，你们用不上，都是姐妹，1.9米的姐妹子嘛。回头物色物色别的新疆的，就是啊，这个西向那个事情，我 respect 没有关系嘛。你咋了？你鲤鱼？为啥叫你鲤鱼？我要加你鲤鱼，鲤鱼是个啥？最惨的，真正的不是夜晚，是漫长的孤单。你的星光璀璨。前男友把你名字最后两个字用了。把你哪两个字儿用了？把你哪两？你心动什么？你连人都没有。啊，你连人都没有见着呢，又高又帅。那个小，我问你，那个梳那种小那个韩式油头行不？那种梳韩式油头的。哇，今晚90,000赞了，朋友们，就是因为你得不到，所以才想告诉你。呀，新疆姑娘也多嘛，我从那认识好几个新疆的朋友，我们组里有一个以前是家庭的艺人小男孩，应该是比我小，也很帅。帅的，但可能你也得不到，因为我具体的东西不知道，没有聊过。
我今天没有吃药，不知道能不能。啊，我有种预感，我应该生日可以回北京过了，朋友们。是我身边的帅哥，不是你身边的帅哥，你身边的帅哥就是你的，我身边的可能我还得，对吧？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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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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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啥？啥？什么什么气声？不不不，我要回北京了。我觉得我算一算，我杀青，我觉得我有可能。我身边也没有，我现在。也不用不用，你们不用，你不用，不用给我寄东西，千万别给我寄东西。哇哦！我给你们寄啊，我给你们，我开直播行不行？那天，回头我整个开箱视频。我就希望，我现在愿望只有一个，我生日之前我有一个戏能播。是吧？哎呀，希望我赶紧有个戏播。不是有线耳机挂脖子上，是因为唱歌的时候这个耳麦离着嘴近，它声儿就大。我扯下来在这儿，你们要能听见我也行，我真无所谓。哪个戏？你们能让光渊复播吗，朋友？先让光渊复播了，其他事咱们其他再说，好吧？没有没有，我剩下的待播期里面没有亲嘴的戏，朋友们，没有亲嘴的戏。光渊的事儿你们能帮我办了，朋友们，光渊的事儿你们要能给我办了，我无偿直播一个月，天天让我跳舞就跳舞，真的朋友。啥擦玻璃加酱来，大白锤来，两码事儿啊，朋友，两码事儿啊。要真沉了，我就找老杨去啊！我就找老杨，我说杨老师，我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你能不能封批心理医生？你怎么知道我的内心活动呢？你怎么能知道我的内心活动呢？哼，摩羯座，摩羯座的内心活动就是这样。我也不光是光渊是凶手了。别说了，我上半年试了好多这样的戏，真的，这种角色的戏演得非常好，导演喜欢。要命的是什么呢？他们觉得我这张脸长得太显小，然后太像好人了。我觉得我是被设演那种变态心理医生，老带劲了，老有的演了，真的老有的演了。重点我们喜欢光渊好好在哪？因为光渊基本都是原声，原声。我的都是原声，没有，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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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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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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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对啊，我觉得也还挺好看的。宝子们，我们一起加加油，最后五千了，谢谢大家。呀，谢我们大白兔奶糖。做我的猫。想把你放在怀里睡，做我的猫，喜欢你的可爱玫瑰，做我的猫，
嗯，就到我这儿。我也不是，就显得好像我很不吉利的样子，朋友。毛骨悚然，这种程度的吗？毛骨悚然，吓死你！欢迎归学。我不喜欢说话，不喜欢逛街，却只喜欢弹曲。是喜欢沉默，在每一个清晨，会默默祈祷。我们开了一个新曲啊，宝子，归寻进新曲。好多人是因为看过那个啥，但是不知道你们，就是你们如果没有看过，哎，光阴荏苒有谁？宝子那个群，那个讲礼貌的群，你们可以进去。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现在重新续费啊，包括什么的宝子们，他们会重新出现在那个 VIP 群里。就如果大家到期，好像我们又会回到那个 VIP 群。我不会搞这个东西，不知道咋回事。咱们就随缘吧，好不好？不行，咱们就都回那个群，反正之前的聊天记录没有了，无所谓了，好吧？没事没事，我们不行，我们到时候回头去那儿也行，都行。我拉季老师，我拉季老师。一个意思嘛，欢迎左右。而无尽头的脑海，谁未来在做你给的谎言？你什么都没有错过。感谢朋友们，我们今晚到10万赞啦！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我也想看我演的那部分。老想看了，我们唱首《拆穿》吧。我过天还得去修我 iPad 的屏幕，感觉我手机自从那个新的要出来了，手机也不是很流畅了，又得换手机，又得换 iPad， 脑袋疼。还两分钟哦，过12点，明天再说吧。我和我们在一起，我吻戏已经很多了，朋友，好多吻戏都删掉了，好多吻戏不让播啊，太多吻戏了，整个戏没几个人有吻戏，我俩这一对一顿亲呢，真的朋友。浴室的戏，我为什么演浴室的戏？对啊，我们那个戏好像真没吻戏，真不多。关海豚，真的，我俩就跟在那个戏里跟完成 KPI 一样，真的。但主要是我们这儿结婚离婚，这那什么家道中落，然后我又开个家具店，挣了老钱了。老钱了，真的，真老钱了。那个戏，那个剧情里面啊，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我不喜欢说话，不喜欢逛街。却只喜欢沉默在。欢迎杰狗。每一个清晨会默默祈祷。戏里面看起来可有心眼了，我那个戏。行吧。还行还行。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哦，看起来聪明多，只是看起来吗？有个人你也不想再伤害，我也不会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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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你回来。晚安，朋友，那个戏我真的很有钱，朋友，那个戏我真的很有钱 ，Rich。那个戏首先我医生，家里有个整形医院，朋友，老狠了，大别墅。老狠了，真的。别墅还不止一套，然后还有个家具店，关一个家具店就几千万，剧里设定啊是八千万。渣吗？我那个戏就处过一个对象，那个戏里，那个戏里就处了一个对象。不，我是靠家具店，是我靠我自己努力的。戏里边啊，朋友们。说回来，不是先让别的女的进去，然后别墅才没了的。是让别的女的住进来了以后才没了的。我也不会再。然后戏里面有我妈的那个老师，后来又跟我合作两次，演我丈母娘的那个，我不用演，我就是渣男，好不好？我就是渣男，行不行？别演了，在这给你们演个渣男。怎么说？欢迎小人姐。小妹妹，怎么说？小妹妹，留电话，留电话好不好？哥哥以后下午喝咖啡的时候可以一起啊，朋友们，下午喝咖啡的时候可以一起啊。老板那个，老板你别来了，老板，老板，哎，我怎么听见我温度计响了一声？老板你别来了，我知道你是谁了，你别来了，你来了我很尴尬。你们等一下，口出狂言的人给我 stop， 口出狂言给我 stop， 很危险。现在我老板来了啊，别瞎整。我应该再隐藏一段时间，太危险了，朋友们，给我10块钱，你录着呢，你才到家，你新疆吃完饭开这么远，新疆吃完饭开一个多小时，我求你们了，放我一条狗命好不好？不要再说这种很危险的事情了，很危险 ，dangerous。我用我仅有的英文奉劝你们 ，dangerous， 好不好？新疆出门吃个饭，开车回来得开一个多小时，朋友。哦，送你爸妈回去，再回。行吧，我演渣男确实不知道老板以后有没有机会让我演个渣男什么的。怎么了，林呢？磊缩。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北京也是一样，你要说堵车算堵车的话，嗨我演不了海王，朋友，我演不了海王，我能演，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太对啊。爱就是陪伴，哈喽。哦，那还行，北京也一样，北京开车也一样，欢迎流年。北京开车也堵，对，就严点就是心理。我不知道老板在不在，我检查一下，检查一下老板在不在。怎么老板不在，你们要口出狂言是不是？不行，老板应该在外面窥屏，老板应该在外面窥屏。不是变态海王，海王真的不用
我不太会演海王，海王我确实是不太行，我不会演海王。哎哎哎，真的，海王这个东西，我这张脸不适合演海王。实话实说，我这张脸不适合演海王。你去看看，就是那种花花公子啊，什么海王这种类型的，他是卦象的，真的。他卦象，你们看影视剧里面那种，他是要那种，可能有一趴是那种大眼睛，然后轮廓比较清晰，眉弓会比较高的那种，眉毛会比较浓。我演斯文败类或那种就是隐藏身份的那种，就是什么什么警察我演过呀，外交官我也演了呀，还有啥我演了，检察官我也演了，特警我也演了，医生我也演了。海王朋友们，现实生活里的海王是不油腻的，朋友们，海王这个东西是因为他在影视剧里面他需要有一个角色标签，他没有那么多篇幅，这个戏里没有那么多篇幅给一个这样的海王。有些海王他是没有那么大的角色的，然后没有那么多篇幅去说，所以你需要一个很标签化的一个东西去给大家看，就是啊，谁我都要招一下，哎，我怎么美女这怎么这那的这种，明白吗？他不是说每一个。不是影视剧里每一个就是标签是海王或是那种很浪荡的人，他们就是你自己去看现实生活里其实不是那个样的。欢迎巧巧，欢迎富贵而已。我想想，他不是这个样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是海王人都不一样啊，朋友。你就好像我下次给你举一个男人的例子，你问我这个男人什么样子，我跟你说不了，朋友，这现实生活中海王什么样，我咋跟你说？对吧？你们看影视剧里面，它是因为剧情篇幅有限，它没法去。海王，你们多看看直播里面很多那种海王标签的那种主播，你们去看一看。啊，老伴儿。谁？娇娇，娇娇还没睡啊？春色儿，哎呀，大姨呢？哎，我在呢。我也不会再。不是都直播了，不能海王。有些朋友，我就跟直不直播没有关系啊。这跟直不直播有什么关系呢？那。海王在他自己的允许的范围内，他做自己的事情，对吧？这他可能是大家只能道德谴责他，但你说人家有问题吗？没有。如果是个女孩，那女海王，那你们觉得哇，姐姐好飒，姐姐对吧？姐姐有能力有钱就是很爽，一个道理啊，朋友们，就是个人选择生活方式不一样了。哦，海后啊，对不起，我吐个不用理解，不用理解，过好自己就好了。嗯，好吧。那个是骗子，朋友，那个是骗子，那个不是海王，那个是个骗子。娇娇海吗？娇娇在幼儿园里。是不是好多小女孩喜欢你？欢迎青菜，小木卡哇伊。我有一万个女朋友，朋友，我有一万个女朋友。嗯，对，我很会谈恋爱。我有一万个女朋友，我下播了我去找女朋友，一万个挨个回。我一会儿忙去了，好吧。肯做海王啊。格局，朋友们，格局打开。抠脚大手，欢迎秦老师。
你俩真是，你俩真行，裤脚大婶。你俩，你六级灯牌，你都六级灯牌了，金老师，你都六级灯牌了，哎呦我的天，你都你四十级的号，六级灯牌，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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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位到位，金老师，十五号之前改不了了，为啥呀？你裤脚大婶可咋整啊？我也不会再羡慕春傻大姨，等着你回来。你俩老夫老妻，在我直播间来一个，来个什么呢？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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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们俩是金婚了吧？都这个岁数了。刷多少到榜三？刷个两，一过了一千五就榜三了呀，过一千五就榜三了呀。要不我再多骗点，刷个五千吧。是什么东西啊？炫彩射击。呀，你们俩这个头像，你俩这头像啊，你俩这头像是呀。这个鸡，等一下，这个鸡，对不起，小鸡跳跳，对不起，不是，我怕鸡，能不能不要？我刚刚有点不太好，可爱可爱，这个鸡可爱可爱，我真怕，破费了破费了，求你了。五月，我知道五月有对象啊，五月有对象啊。肩真的的肩并肩，噔哒哒哒哒哒，噔哒哒哒哒噔哒哒。我平时不是你等会儿，你说五月的姐姐是。你们俩这个脑袋确实还，但婶的是婶的是斗柴吧？我还断脚了，你要去做鸡，你要做大盘鸡啊？你要去做？我怕活鸡，然后那个上桌的那种，然后不能把脑袋给我看，我是断掌呀。秦老师都在我直播间挂到了六级灯牌，我的天，了不起！呀，秦老师又跑了，秦老师，哎，我怎么今晚老大哥？你被鸡按？等一下，你说的是被鸡按倒？鸡肉好吃，鸡肉肉是好吃啊，哈。但那个鸡脑袋啊，不能行，我讨厌带毛的那种，我不行。朋友们，没有断掌打人疼这个事儿，他就是他真的就是你是个巴掌打人就疼。大公鸡追你，新疆大公，哦，新疆的大公鸡老大了，朋友，新疆大公鸡那是真大个儿啊。鸟也怕，我怕所有的带毛的尖嘴的，害怕，真怕真怕真怕。断掌就没什么稀奇的，就是断掌。我喜欢新疆，
是个巴掌打人就疼，朋友你回去试试，你找找你身边长些不一样的人，一人给你一下子啊，朋友们咱们试一下好不好，咱们试一下飞起来给你一嘴。你多大那会儿尖嘴恐惧症，就是你，就你小子是吧，给你一嘴，就你小子啊，哦三岁。朋友没被激揍过的咱们就说就你小子跳起来给你一嘴啊，你三岁确实朋友，你三岁确实干不过他也现场。那请问那个采访一下你啊，这个捉你的这只大公鸡有没有被吃掉啊，有没有下馆子啊？欢十三，我小时候带着我姐我弟在我外婆家的院子，我们外婆家有两只大盘鸡了，已经变成大盘鸡了，可以啊。在我外婆家大院子养了老多鸡，然后家里有一只那个公鸡，就跟好像是这帮鸡的那个老公一样。然后小时候我应该是四五岁吧，五六岁，四五岁五六岁左右，六岁吧，差不多，小学。没到小学，六岁七岁，然后带着我姐我弟三个人，带好装备，小时候家里那个什么纸壳板剪一剪当个盾牌，然后扫把上抽一根细细的条子，然后我仨武装好了去找那个鸡，那个鸡都不勒我仨，我仨耀武扬威，装备带好了凑过去准备动手了，鸡回头就看我们三个。然后那个鸡，我们三人就看那个鸡飞起来了，那个鸡就飞起来了，就飞到我们仨的脸上，我仨人嗷嗷跑啊！冬天还好我们仨穿的厚，那小棉袄，那个脚蹬子蹬的我们棉袄上一个洞一个洞的，真吓人，真害怕。然后我外公那时候就把那只鸡欺负完，我们当天晚上立马做完。你喜欢吃鸡？吃鸡你打得好吗？我别说吃的事情了，朋友们，我挺饿的。那个小龙虾真没啥肉，真没啥肉。哎呀，你骗摸驴骗！春色影，你的童年。好幽默啊，你的童年。小龙虾真的没啥肉，你童年被驴舔。大盘鸡，安老师做大盘鸡好吃，安老师老给我做大盘鸡，然后安老师教会我做那个手抓饭了，手抓饭我也会做了，然后大盘鸡我还没有做过，拉条子，不是拉皮条，朋友们，是拉条子。拉条子是新疆的一个面食，朋友们。跟演员恋爱主要是累，你什么你就来这套。我跟大鹅打过架，大鹅只要摁住他的脖子就还行。你不要给我打问号，你好好的。欢多古拉，多古拉你还不睡觉，多古拉。你男友，你。别说你谈恋爱的事了，好吧，狼多肉少啊，朋友们。我跟大哥打过架，大哥刀刃太疼了，多看大哥一会儿行。有，好感动啊，怎么办？怎么办，宝子们，好感动啊，羡慕多过了，真爱玫瑰。让驴踢过这事儿，你真是，你怎么能让驴踢过呢？让黑天鹅叨过，是在那种湖边嘛，然后离湖近了，然后黑天鹅就飞过来，欢迎丫丫，飞过来。我连鸽子都不敢喂，我小时候看喂鸽子，我害怕，我喂不了鸽子。
朋友们，那个在湖里的那种那个黑天鹅啊白天鹅，比我们东北家养的大鹅厉害多了，真的，那个老狠了。我都靠我八八六八七八八都可以，好吧？你们，你真是啥事都敢干，你真是，哎呦。啥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谢冰，你不曾发觉。哦，是下班了，老师。范老师。拿馍馍。谁家好的是拿馍馍？我家东北的，我家不是东北的，是宋兰本人吗？是李博尔本人，不是宋兰本人。宋兰本人本，宋兰本人在西里呢，宝子，好不好？宋老师、宋道长在西里，啊，你邻居来了，你邻居来了，欢迎淡淡的清宵。啊，不笨的，嗯，不笨的，喂喂，欢迎华晨老师家的宝子们。你问李老师行不行？宋老师，欢迎海特儿啊！不行，不要聊，不要再聊鸡的事了。我现在有，我明天在想明天吃什么。我在北京，我就买点鸡腿肉，现在就腌上，拿蜂蜜。拿生抽，加点黑胡椒，加一点点醋，加一点点糖，啊，加蜂蜜就不加糖了。晚上先给它腌一腌，加点鱼露，腌四个腿，里面放上皮牙子，然后第二天切点胡萝卜、香菇、芦笋，煎一煎。然后拿两个腿出来，哇哦，橄榄油打个底，先煎油皮的那一面，煎完了以后把蔬菜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哇，那个腿肉，朋友，我做鸡腿肉是真的好吃，朋友，我讲真的，安老师，你说实话，我做饭是不是还行？哦，我喜欢在家做饭，皮牙子是洋葱的，洋葱的。皮安老师一个人在家，他不会做饭的。欢迎我们图图，就不让我聊聊吧，我贼想吃东西，我想回家，我想回北京，我要回北京，我不要再回，不行，得回北京了，不拍戏了，又他妈想来，我真的是气死了。唉，我要回家做饭，哎，我就进组了，我真的。跟他们说给我换个公寓式的能开火的做做饭，我想回家吃饭，我想吃我妈，我回北京了，哎呀，我想本来想把我妈给弄北京来，但最近一个人有点无聊，出门吃宵夜，去啊去啊，走啊，我们去吃宵夜啊，朋友们，我们去吃宵夜啊，朋友们，走呀，吃吃什么。哎，你们晚上爱吃什么宵夜？这个点儿，这个点儿，如果给你一次机会点点吃的，你们点三个菜，点三个菜，你们会点什么东西啊？说说我听听啊！我先告诉你啊，我现在此时此刻啊，就不算喝的，不算素菜啊，让我点三个我要吃的东西，就是我一定会吃的东西，一告诉你们是什么？烤猪蹄，而且是那种。烤猪蹄也行，或者是那种四川有种那种就是蒸完还是怎么样，就是那个特别软烂然后蘸水那个叫什么来着，反正猪蹄，然后我想吃拌面，就方便面煮完了拌的那种，
哦哦，画家粉丝，画家粉丝啊，老妈提花，对，老妈提花。然后最后一个面，然后猪蹄，再要一个，再要一个啥呢嘛？哎呀，再要一个厉害的东西。晚上喝汤就别喝了，晚上再吃个，吃个爽口一点的吧。吃个爽口一点酸辣的酸辣脱骨鸡爪，哇，然后再倒上一听冰的碳酸饮料，要不然就开一听凉的啤酒。哎呀朋友们，滋滋冒油那个，哎呀救命啊朋友们，大晚上的。现在对柠檬鸡爪就要不就吃那个生腌，一只小澳龙，再搞两只那个两只醉蟹，然后带膏的皮皮虾搞两只，什么雪蛤，吃这个的话咱们就搞杯白的吧，搞杯白的，要不搞个烧酒，不不，晚上不要吃牛肉这种粗纤维的，不好消化朋友们，晚上不要吃粗纤维的牛肉啊，这种不太好消化，吃点好消化的，蹄花非常好消化，海鲜非常好消化，鸡肉非常好消化，哦，要死了朋友们，你别出去啊，不行，你在家待着，你不许走，你不许离开我的直播间，娇娇，你就在这待着，你不许走，在这待着，蹄花好消化，蹄花是软软的，好消化，好消化。两百毫升的可乐，我喝可乐都只能喝两百毫升的。哦，我一直想吃那种正宗的老妈蹄花。我爸可开心，我爸去旅游了，我爸现在到重庆了，我爸到重庆了，我爸前天去的成都，成都玩了两天，然后现在去重庆了。对冰啤酒，哇，我最近老看那个老外吃，他就是每一期粉丝跟他说啊吃什么，他基本点那种什么什么火鸡面或者是那种炸酱面，然后上面加上很多的芝士，然后烤那种淀粉肠，然后点那种炸串什么大鱿鱼，然后那个肘子，哦，哇塞，娇娇，哎，抖音什么时候能推出一点那种礼物，就是那种吃的那种礼物啊？脑花也行啊，朋友，脑花也行。你别走，你别去啊！肥肠啊，北京有家肥肠锅在那个哪儿？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啊，很边上。哎呀，那个叫啥来着？那个。有一家肥肠锅贼好吃，贼好吃，在那个哪儿？啊，团结湖二小边上有一家，哇，那个肥肠锅贼香，真的，遭不住了，你别遭不住啊，你哇，我现在特别想去横店的夜市逛一圈，然后啥也不吃回来。可以啊，可以啊，去啊！哦，豆苦拉是在北京啊。肥肠锅，肥肠锅，你搜一搜肥肠锅，反正就在那一块儿，就在那一块儿。横店在金华，东阳。肥肠锅，啊、嗯，不是，主要你去了，我也不得劲。我也不得劲，我可以聊，大家都吃不上，
大家都吃不上，有一个人吃上了我就不得劲儿，有一个人吃上了我就不得劲儿了，哈哈，啊，嗯，我要哭了。你听的口，你听了烤猪蹄、啊。我真哭了，宝瑶。别吃啊。别吃烤猪蹄、啊。你问他们，我从来横店我天天在这念叨烤猪蹄。我天天念叨烤猪蹄，你别吃啊。哈哈哈哈。啊，别吃了吧，烤猪蹄啊。冰啤酒，哈哈哈哈，你这个人要死了。这样吧，我不吃东西，我不吃东西，我能喝一瓶不？我吃不上，我能喝一个不能？哇，你太过分了吧！你还捂鸡爪？脚脚不行，叫个外卖吧。我不要，我不，你可能吃不完。没有，那东西补钙。哇，朋友们，你知道晚上这个点煮个方便面，方便面里面。我跟你们说怎么煮方便面好吃、啊、哎，你们，我跟你讲，辛拉面，朋友们买辛拉面，煮辛拉面，你们要是家里有那个泡菜啊，有好好的泡菜，就切一点泡菜，水开了以后，然后把面先煮面，面煮了一分钟两分钟之后，把那些料放进去，然后开小火，转小火，把料跟那个酱在里面嘟一半的时候，打两颗鸡蛋，直接搅散。两颗鸡蛋哦，打进去直接搅散，搅散搅散搅散，搅成那个鸡蛋在里面都是那种，变成那种很细很细的沫子，然后这个汤就变成非常浓稠。然后再打两颗全蛋，然后切厚切的午餐肉，或是把鸡蛋两个煎两个荷包蛋，然后煎几片厚切的那个午餐肉。哇，然后你家里要是酸黄瓜，把酸黄瓜切小片。大晚上老得了，朋友，煮面这方面我是专家，朋友。我很少吃芝士，因为我怕芝士太顶。辛拉面这个东西晚上煮真的超级屌，超级屌。你老板去吃了。你老板吃独食。哇。安老师，我想回家，安老师。此时此刻想家的心，我不骗你，我真想家了。我真想家了，朋友。我要回家。平台。对流了，朋友，平台在这个死时候他又对流了，为什么呀？啊，我要吃饭，我想吃饭。别，求你们别给我发了，就咱唠就行了，别发了，我想哭了。
我什么没了？我这儿你能看着我下颚线，这不挡着呢吗？唉，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所以还有人为那里疯狂，因为爱情不会经怎么会有沧桑，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啊。我们官宣了，知道我演的，没事没事没事。唉，这是爱情。我想吃宵夜，我想妈妈，不能看定妆照，不让发。哎，改天我拍完了，我就说有粉丝拍的路透。我不行，我老板万一还在我直播间。马老师来了，你别一会儿又跑来抓你了。我想吃宵夜。我知道你在直播的。局长没有，现在没有局长，现在没有局长。我不知道，就刚刚有哎，那个朋友叫啥来着？忘了，没播呢，没播呢。签名照也不能给啊，就是现在没有那个啥，不让，不能那个啥，我们签合同了，宝仔，我签合同了，我合同我不敢乱搞，我有合同的，宝仔。就这样一见倾心，多少次难忘，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等等呀，等等呀，现在要是一念永恒能播就好了。之前优酷片单说是有，我说我今天正好有两个戏到三个戏要播，然后结果现在也没事，不知道咋回事。嗯，是的，我们刚才在聊这个事儿。你说什么？他确定不播了，我把我变老头的发出来，变老头变得，我不知道，他这个眼镜就是这样，这么戴他就在这儿，我往上一推他就到这儿了，我不知道，你们戴眼镜是到这儿吧？你看，角度问题了。我手还有小龙虾的味儿。我不姓名，我最亲爱的那个小孩。马老师，你今天不吃宵夜了吧？马老师，你这个点猪蹄的人就别说了。你点的是烤的还是那种那个蹄花的那种？我好饿呀。我好想吃东西，烤的是吧？你烤的是那个辣的那种麻辣的，还是那种正常的，还是那种那个蜜汁的，是吧，兔姐？我好想吃猪蹄啊，辣的，辣的那种是烤的那种干干的、焦焦的。兔兔，你别给我打问号，我最讨厌别人给我打问号。兔兔兔兔兔兔，我不能吃，我都忍到现在了，我都忍到现在了，好吧好吧好吧，我不，不要，不会，我跟你讲，猪蹄是不会咬下去有酥酥的声音的。昨天什么时候啊？昨天，猪蹄是不会有，
我跟你讲，好吃的猪蹄一定不是嘎嘣脆的外皮，好吃的猪蹄，它是软糯的，对，因为猪蹄，我要吃猪蹄。我那天在横店看到了那种老式的用炭火烤，你们小时候吃过烤的猪腰子吗？猪腰子就是小时候我外婆给我烤的，就是小时候用什么荷叶，猪腰子把里面那个腺体给拆掉，然后外婆用那个荷叶包着它，外面包上泥巴，就什么调料都没有，我印象中什么都没有，然后放进那个炉子里边，然后就那么烤，还有烤鸡蛋，哦，就小时候吃特别香。然后那天在横店看见了有那个，我想点，他说卖完了，什么里面还加了中药什么的，我就想吃我外婆给我烤的那种，小时候的，因为没有，小时候吃不上了，老人家不在了，就没有人做那个了，也没有那个啥。老想吃了，给我们，别了，大猪蹄子，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又靠你，蒸熟也行，蒸熟也行，或。我们刚刚在说老妈蹄花嘛，老妈蹄花好吃呢，香死了，蘸那个辣，哎，我跟你说，我调的酱也好吃，尤其辣酱也好吃。王老师他们吃的那个面都是我做的。你终于升级了，工还累啊。肚子叫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亲爱的你应该明了。我现在好想哭啊，为什么我不要，贝果没味儿，面包没味儿，那不好吃。欢迎上乐，欢迎包友们。别别别别！啊，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老妈蹄花的那个画面，朋友，满脑子都是老花蹄花，因为我白天摔了好几个，他那个男孩拿那个蹄花，那个骨头。一拿起来，拿筷子一夹，那个蹄花上面金连着肉皮就全掉下来了，贼炖的贼烂，然后蘸着那个料，那个你们知道那个料，它看着就，哦，哇哦，鸭脖我还好，鸭脖我一般，都去外面吃饭了，哪有人看我呀？都去吃饭了，都去吃宵夜了，哪有人看我呀？我不要你帮我吃。横店应该也有老妈蹄花，我要明天中午，明天中午，明天晚上如果不拍，明天中午吃完下午接着了，对吧？对，真好吃的，欢迎乐乐。搞不得，搞不得，搞不得，搞不得！大晚上的，老妈蹄花，哎，不行，我要最近把这些我特别想吃的东西赶紧吃掉，不然我要出问题了。人想干什么就得赶紧干，不然难受死了呀！欢迎我们林姐，不聊了，不聊了，我好饿呀，因为。因为你提完
你提花不是你提花到了吗？驴肉火烧，你那儿你回去了就应该就没有驴肉火烧了。你提花到了没？你等你提花到了，我就下播了呀。你能不能上麦让我听个声儿？你上麦让我听个声儿。你把那个猪蹄离麦近一点。你在吃什么，杰哥？你在吃什么，杰哥？啊？你在吃什么呀，杰哥？谢谢小文鱼丸面，啊，梨不行，梨此时此刻不行。不，你让我听听声儿就行了。我真馋，我看看你，不是，我其实是想听，我想听听你那个蹄花呀，那个猪蹄啊，它烤的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也有吃的，我也有吃的，你等着。最后一个人了，朋友。晚安，晚安，小策。我要吃的。真他妈心酸。好吃，嗯，真不错。马老师，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吧，马老师。马老师，我这也很脆啊，烤得很干啊。杰哥，你是要做什么？你要做核磁是吗？啊，咽不下去，咽不下去。朋友们，我不是在卖惨，朋友们，李老师点猪蹄还是点得起的。脑，啊，为什么脑子要看一下？怎么了？为什么要？是什么问题啊？我不是卖惨，不是卖惨，不是卖惨，李老师不干这样的事情啊。你是生病了还是怎么了？明白明白。
脑子里没确定，然后最后一次。好，那你做完了有结果的话，跟我们说一声。保佑你，保佑你，保佑你。剩下半根，不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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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不下去，真咽不下去，太干巴了。我的快乐会回来的。12月滑雪，朋友们，真的好。那晚安，桃酥。他好像得进食。没事没事。新疆的雪很大，而且很厚。用了什么？吃燕麦棒，吃了。新疆好玩的，保重身体啊，朋友们，好不好？而且乌鲁木齐好就好在，就是如果我们飞乌鲁木齐，它不需要转其他地方。广州滑旱雪什么？哦，你别说，我知道广州有好多那个室内滑雪场，特别大。你知道去年那个冬天那一阵子，我朋友他们去完新疆就没回来，在新疆待了2个月去滑雪，因为他们回不去，回去要封，那还不如在外面待着。路程长，你说去滑雪场的路程吗？方老师来了，对融创。我干啥都不怕，我就怕坐车。他在群里说话，你说方老师什么？哦，方老师比我能熬夜，我没有他能熬，他贼能熬，我觉着。小孩仗着自己年轻，00后了不起。啊，不行，我好饿。唱个歌吧，朋友们，唱个歌，我们下班了，饿的。方老师比我话还多。不是，他在哪儿聊天呢？在我们群还在他自己群里？给你们唱上歌。你看啊，他当初播的时候在那儿啊不说话，噼里啪啦一顿神聊。大晚上的啊，你什么问题？我没看着。大象知道那是谁。你问的不会是什么猪蹄怎么吃好吃吧？他想知道那是谁。管理，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晚安。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哎，不要这么生敏感词，不要这么生敏感词。天真以为是。
看见设这个敏感词吗？还是怎么样？别这么设，别这么设敏感词，这么设不太好。字幕画面分割上点点对点。好，不。而谁是谁？因为这样会出，会有别的问题。认真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不自觉遮掩，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是的。是不是要学会什么？你说滑雪吗？不是，因为你如果设了这个，然后其他如果有人问的是一些很正常的东西的话，然后发现不能问，他会有别的问题出现的。这个词儿可以不用设，欢迎唐唐。不要设。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辛苦啦，想得太坏，想大人不允许我们太乖，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无法习惯被依赖。兔兔，你特别像我，比如说我过年参加节目或参加什么晚会，然后我妈把那个视频扔到家庭群里，然后家里叔叔伯伯，真不错，真棒。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我想起了我伯伯他们什么真好真帅年少有为年轻人有样，对，就是棒，好大拇哥，然后发个撒花的那个表情，可会夸了，又帅了。对，就这么神，就这么个神，气儿真不错啊。相信下一家人这个我们是温馨家人，然后老李家
因为我爸爸妈妈都姓李。呀、yeah, ，像我们兔姐，啊，像我们兔兔。我们家人都姓李，老爷子这头也姓李，我妈这头也姓李，顶着你孙女儿，你孙嗯，不是，大姨那天的头像可不是这样式的，大姨，男孩谁点的呀？男孩别唱了，男孩，哎，算唱一个吧，好久没人。唱达尔文吧，哎，白天小姑娘，晚上大姨醒来。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洋葱行了，我牺牲对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学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兔兔词儿可多了，兔兔，啊，兔兔，哎呦，我现在，兔兔都给你们加前面加编号了，我都要。你想投资什么呀？看孔雀、大象，宝贝儿随你了，不行，你是兔，然后这是二，这是兔兔，好吧？你是兔。你是二，我的青春有些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记忆在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学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有过
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这么高吗？今天大家都学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本地的洋葱像我永远是他唯一，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降调朋友，如果你爱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鼻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屁，哎呦，你好好的，你这和你的贪慕，暧昧的空气，我和我的绝望装得很风趣。我就像一个洋葱，永远是被浇熄，多希望能与你有一秒专属的剧情。的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鼻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哎呀，好累呀、啊。不行不行不行，累了累了。你会鼻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唐唐，你来来去去四趟了。我好是个阴阳人，你说是兔姐吗？你说兔兔吗？你是说我阴阳人吗？我阴阳谁了？你告诉我。Tell me, tell me。Tell me why, 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
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偷偷的看着你，要让我等多久？爱就爱，不要用慢动作。吼，我还会阴阳人，我挺不会的了。王嘉尔。我唱王嘉尔，我得喝点儿。在这不好意思唱，不好意思唱我偶像的歌。你不需要，你这边有人叫你啊。怎么你在 happy？ 唱唱你不需要好吗，刘畅畅？身体好了就好。我没有吃保养品，我吃护肝片不就是为了当家能多喝点的？只剩下钢琴陪我的一天，睡觉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我想你一边写得非常明白，我痛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护肝片不是这个作用的吗？牵着你的手一起走过的街道，闭上眼睛怀念曾经拥有的拥抱，恨自己忘不了你的味道，就知道不能再看见你的微笑。 I'll just stay, you'll be feeling that in the girl, I'll just stay, you'll be thinking that in the girl. Oh, I understand, I'll be dropping damn tears. Do I even care? I'll be dropping damn tears now. 你把我手都拿开，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跟你下来太过？我没有这种天分，包容你也接受他，不用担心的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他比我还爱你，我会愿意让你走。I'm away, 也许你可能会回头。I'm away, 你的 sex 不会几年后。I'm away, 你的 sex 不会几年后。他比我还爱你，我会愿意让你走。I'm away, 也许你可能会回头。I'm away, 你的 sex 不会几年后。I'm away, 你的 sex 不会几年后。什么？去哪儿？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不睡觉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痛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你，每天我都一个疼的去困难呼吸，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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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才会逼自己离开，我才会逼自己慢慢走开，我才会逼自己慢慢放开，我才会逼自己慢慢离开。我们是啊，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我没有这种天分，包容你也接受的，不用担心的太多，我会一直熬过。他比我还爱你，我会愿意让你走。I'm away, 也许你可能会回头。I'm away, 你的色彩不会轻柔。I'm away, 你的色彩不会轻柔。他比我还爱你，我会愿意让你走。I'm away, 也许你可能会回头。I'm away, 你的色彩不会轻柔。I'm away, 你的色彩不会轻柔。
说好了去 KTV 唱歌的这个事儿，到现在还没有毕了。哼，你是真能夸我。豆汁这个东西我这辈子不可能再吃了，我这辈子不会吃的东西，鱼腥草豆汁好吧。还有啥东西啊？还有什么牛鳖火锅，嗯，吃不了一点。我们最后唱一首歌，我们下班了好吧，朋友们。唱完这首歌好好睡觉，该睡觉。白色啊，我们哎，可能不止一首歌了，想唱上周杰伦了。但是白色风车我不太会唱啊，朋友。不行，朋友们，真的，这二哥这东西我吃一口我就差点吐出来。大哥，我的歌你要听了睡觉，嗯。你要听哪首歌？你的歌，你哪首歌？你说哪首歌？迷迭香吗？这个哪首歌？我吃不了。白色的风车，安静的转着，城市的感觉，梦境般遥远，点点的海水，复杂的眼泪，看你傻傻着，握住我的手，梦希望没有尽头，我们就到这就好，因为我不想太快走完这幸福，很可惜没一身鸡皮疙瘩，真的。别搞我，什么东西啊？
我整个麦里全是空调的声音。等一下，我去看一下。吓死我了。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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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正常平时开着麦没有空调的声音啊，是听不到这么大空调的声音的。然后像整个麦里全我听的全是空调的那个，就跟我摘掉耳机是一样的声音。我耳机坏了？不是啊，我耳机的声音不一样了。自从那个 Siri 闪了两下，就巨大的空调。你刚刚我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完全没有空调这样这么大的声音。然后我耳返的声音也不对了。哎呦，搞什么呀，不要大晚上给我搞这个东西啊。喂，哦，现在好了，现在回来了，没有设置，现在回来了，对，现在好了。烦死了。呀，搞这套，快给你们把两首歌唱完，唱一下不？没有没有。Good night。追着线走，望着天空，想起花瓣试着掉落，有几个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天，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我就在一边。我没想到是失去，为什么我会有延迟啊？好想再问一遍。为什么会有延迟啊？刮风这天，我是过往这一首难改变。我有，我扒过了。我可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到我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不是不是，网非常好，他又开始了。我摘掉耳机，我说话的声音，我张嘴，这儿跟这儿，这儿延迟个零点
零几零点一几，不知道，可能手机的问题吧。就你那个 Siri 出来了以后，我就这个夕阳觉得不，平时不这样，平时不这样，就现在，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不至于。没有啊，我耳机正常了呀。让你吃猪蹄，让你吃猪蹄。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打到我眼里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偏偏雨渐渐把去了。欢迎岁岁。把距离吹得好远。行吧，晚安吧，朋友们，不聊了，不聊，赶紧睡觉，朋友们，吵会吧。啊，你这会儿馋死我吧，你们就馋死我吧，好不好？好不好？晚安，八八六。我刚突然觉得空调那地方有个眼睛，你知道吗？所以我特别害怕。后来一看是那个色差。你刚来，你赶趟儿，真不骗你，给我吓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哦，拜拜，嗯，拜拜，哦，拜拜。哎呦，他睡了，他睡了，他生病了嘛？他睡了，睡，他可能就挂在这儿，要睡着了，刚就说要睡了。你不敢回酒店，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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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是泡沫胶，是泡沫胶，不是啊、嗯、好吧，你完了，让你吃烤猪蹄，拜拜。不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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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拜拜，晚安各位，做个好梦，晚安晚安，各位同学，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什么牛鬼蛇神，让他们来找我，啊，拜拜，晚安。